Hello， 大家好，翻到嚟 Pokemon 嘅系列，今次玩嘅系咧传说绿宝石。咁咧，传说绿宝石咧，貌似又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元素喺入面，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喺入面啦。咁我带大家睇下有啲咩模式啦，想喺边个模式度玩呢个游戏咧？啊，正常模式啦，佢就话进一步分为半随机或者全随机。OK 啊，我哋先嚟个普，因为我哋嚟个随机睇下佢随机系咩意思。所有精灵以及商店道具都系随机嘅，咁野生同埋道具系随机，我哋咁全随机啦吓。是否开启呢个冇经验啊？不开启，冇经验好难玩嘅。是否开启呢个 N 字头呢个模式？呢个模式其实我未试过有一只嘅 Pokemon 系会玩呢个模式啦，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外国嘅一啲人咧去到发明，即系有一个咁样嘅玩法啦，就系咧。之前都讲过啦，就系咧，佢每一个地区咧，投一只精灵，只可以捉投一只精灵吓。如果你冇捉到咧，咁你之后嗰啲就唔捉得噶啦，系啦。而且死咗嘅精灵咧，佢都会真系当系死咗嚟放生嘅。咁我呢度当然就系唔开启啦，正常咁玩啦，系啦。好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我今次会玩嘅模式啦。佢咧就话咧，是否开启火箭堆模式？咁火箭堆模式系咩呢？咁我估计啦，应该系可以抢夺其他训练家嘅模式嘅。好，我哋开启结束 NPC 对战后，可抢夺一只精灵，但无法捕捉野生精灵啊，冇问题。开启半明雷啊，半明雷已经冇乜所谓啦。我哋一日开去试下咯，都几多模式嘅其实。精灵球啦，小火龙。哦，佢呢一度嘅御三家咧，佢都系有分 Gen 一、Gen 二、Gen 三啦佢就可以一路撳到 Gen 八，哇！金剛星都有喎、啊、，OK， 幾犀利啊！我哋揀金剛星啊，就冇乜所謂啊。反正遲啲，哇！尖叔，哇！齒輪種，好似唔得喎，同我想象中嘅唔一樣喎、啊，各位。啊，我哋可能要熄咗個傳隨機佢啊。OK， 我係阿仁。哇！俾咗个齿轮做咩？乜唔系金光星咩，大佬？我呢只明雷啊，但入到去应该唔系呢只精灵嚟，我相信。哇！系啊，出咗只龙出嚟。然后我哋望一望商店佢有随机如何先？呢、這个 sample 相约啦，系咪真系相约啊？真系相约 ，OK 呢度。呢个有个 file， 我 mega 石沉重球，哇！呢、這个其实 O K 嘅，但我唔想佢精灵都变咗随机咯。哇哇，好多好多咩？哇，呢个明雷都几特别喎，佢直接 post 上嚟嘅。我哋试下打呢、這、一个。哇，点解小鱼又变咗呢个蓝角嘅？吸本小丑啊，齿轮，哇秒咗，因为佢妖精系啊。O K， 抢夺。啊，呢、這个就系抢夺啊嘛。O K。既然系咁咧，我哋重新嚟过。哎呀，我唔想玩随机模式，因为佢呢个随机模式咧，感觉上就麻麻地。我哋拣随机，我哋拣半随机啦。咁野生精灵度，咁野生精灵系随机。其实我净系想系商店道具随机。喺草地嘅话会撞啲咩野生精灵？毒贝比、美绿坦，哇，好劲喎啲精灵，啊，唔系弱小喎。即系睇下商店，应该都系随机啦。系啦，迷之果草莓糖色喎，呢、這个系啊嗰只叫咩啊？嗰只妖精系嗰只唔记得咗叫咩？嗰只蛋糕嘅道具嚟噶。好，我谂好啦，我哋拣普通模式啦，跟住不开启冇经验啦，不开启咧 N 字头呢个模式啦，是否开启火箭呢个模式？是，是否开呢个明雷模式啊？不开启，或者我哋试下开启咯，都唔好啦，唔好开启啦。其实明雷嘅系统我觉得唔太中意。我哋是但啦，揀翻我哋头先嘅金光星啊，经就系金光星啦。好 ，OK。而呢度咧，应该都系同翻以往绿宝石或者其他嘅一啲分布一样啦。啊，都系呢个虫系为主嘅草地，之后有一个商店，应该就正常嘅。系啦，一个商，哇！一个解状态就竟然要1000蚊，冇睇错嘛？各位，好贵咁样，会贵得滞。猫又少，啊、我哋快啲学到啲新技能、啊、之后咧，我哋就挑战啲训练家，之后抢咗呢一个嘅
劲敌嘅重先。好，唔知点解呢一个都仲系嗰个转咗呢个样都唔系好明白，专登嘅。小玉变咗男角。好，哇唔得，唔得掂，唔得掂，好难打，好难打。揀草艺系咪自杀？揀草艺似乎系自杀喎，各位，完全打唔赢啊！佢个火技会太劲啊！佢个火技，但唔紧要啊，佢越劲我越劲啊！啊，各位，好，因为我哋迟啲咧可以咧拎咗佢只重嘅，一阵间我哋就抢咗佢只重嚟用，加防减攻。哎呀，真系 GG 咁就，佢两下火花我死咗。佢系咪高难度嘅电脑嚟噶？睇个款似系喎。其实有机会赢嘅，升多一咧就稳赢咯，升多一咧稳赢。好，我哋嚟啦，呢一个劲敌战继续，升个九咧，九咧应该够打啦，系嘛？都系唔够打，唔通呢一度要 S L 到赢为止？真系赢唔到啊！佢个火花太劲啦，烧死我！诶，有机，争啲争啲，升多一咧，再一咧，既然系咁，我哋嚟面对现实。升咧打赢佢，冇任何树鬼，都冇任何道具，啊得个药水咯。争啲，佢三下火花就烧死我，即系话其中一招我一定要爆我极、啊。其他打得几少呢条友？诶、有机啊，啱啱好，抢夺抢夺，云明啊已经改咗个名，大胆性格嘅火箭，咦唔系喎？抢走呢个要，我谂我明白咧，点解阿爸对嘅，梗系啦，大佬，我一个伟大嘅训练家，抢咗啦，云明坦率嘅火箭计，猛火 ，OK OK， 唔错，咁样我哋就有两只雨三家啦，各位，非常犀利，好想快啲去抢其他人嘅训练家嘅精灵啊，传说之整，收集到啲贫瘠，记得嚟呢度，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应该系佢一啲劇情上嘅一啲道具啦，唔太清楚。好，我哋终于打赢第一个劲敌，我哋可以出发去到抢人哋啲精灵啦。系咪好兴奋呢？我好兴奋，我好兴奋抢人哋啲精灵。哇，泡沫律鼠正，作为火箭队一员，一定要抢夺啦。睇先，圆同叫声帮助加攻减特防，抢夺。我全都要，哇！呢、這个有啲唔系好想攞呢只火箭鸡，哇 ！perfect 啊，我又抢一只啊 ，OK， 一只系狩猎凤蝶，一只系毒粉蝶，加攻减特防啊，毒粉蝶啦、啊、咁样 ，OK， 好开心啊，抢人哋啲精力，同行系咩意思啊？我同行咯、啊。乜鬼同行？乜鬼同行？我以为小拉达短裤小子阿勇胆小地鼠唔拎啦。喂，两只都系胆小嘅，唔好想拎添。我哋放过去啦吓，发善心，哎呀！我见到个名啊，同我好似有啲相同啊，我哋就放过佢一马。OK， 哇，连只火箭鸡都跟埋出嚟嘅，望一望先。哇，呢啲强化道具加到咁贵嘅，穿红绳呢啲平啦，喷雾都系正价。精灵球升个价400蚊个咩？不过我唔决定系捉重，所以冇分别。卷卷耳。几好，我哋揀木，我哋揀草珠，而家有火虫用。啊，蓝糖，哎呀，咁错掣，各位应该要蓝糖花嘅。双药，呢个双药应该都几重要，因为呢啲嘢太贵。得到一只蛇纹红。哇，金色绿毛虫喎，佢固定咗系嘛呢个？啊，都系嘅，写住金毛虫啦，已经。金毛虫。OK， 我哋快去打其他训练家啦。
好想攞翻啲，好想攞人哋嗰啲重啊！你 ，OK， 四季落火花，羊，哇，只羊正，呢只羊正，呢只羊要攞。加特工减得防，哎呀，差咗呢个特性，唔紧要，我照攞呢只，只羊劲啊！呢个俾你鱼王 ，nice。得你如王得天下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啦。我有时候我都会讲呢句，系啦，有你如王，仲有嘢会输？系啊 ，OK， 你如王都照攞啊。悠游自娱，正常啦，正常嘅正常嘅特性。咦，呢个冇啊 ？OK， 唔紧要。下位，下位 ，next 就你啦。骨骨兔转咗，之前唔系嗰只。射文红啊，之前系射文红嚟啊呢个 ，OK， 照拎啊呢个兔仔，加特工减货啊，有金珠喎、啊，攞，我见到有金珠先攞呀，冇金珠我应该唔会攞，因为望到佢性格就知道一定唔会用佢，哎冇咗个金珠，假又有金珠 ，fake 我嘅，冇金珠嘅拎到过嚟。Okay. 哇，好多虫系绿毛虫 ，OK， 嗯，唔合格呢、這个训练家，完全唔合格啦、啊，作为我抢夺嘅对象，完全唔合格呢一扎，绝对唔会抢呢度。哎呀，有龙王蝎 ，OK， 嚟呢、這个水蓝队啊。土狼犬啊！哇，呢、這个土狼犬 OK 喎，土狼犬 OK 啊！咩性咩特性？逃跑特性系逃跑咩？土狼犬好似又系要进咗化先有威吓。结草儿下位下位，火花再火花。呢只铁壳忍者啦，冇咩特别。呢两个性格好，放佢吧。哎我谂放佢一马，唔小心揿咗，唔小心偷咗都系破坏光线。呢度系咪冇？呢度冇训练架。呢位猫又笑啊！哎呀，猫又笑都系唔系好想拎。加工眼防好，放你一马。你来电窝龟脚嘅水系。飞叶快刀留啊，好，嗯，会咗携带道具时会执呢个精灵球，冇乜特别，哇，两只都唔劲，原本谂住攞只水系，但只水系性格错咗，唔拎啦，火系烧呢只，草系一个水枪 ，OK。水堆的童子加防减攻 ，OK 喎，加防减攻。咦，太阳队嚟喎，两只都好，我哋要童子。嗯，点解会咁嘅呢个？努力值，唔知咩嚟？头先个叶，呢个应该都系鲤鱼王系嘛？啊，呢、這个十二咧，鲤鱼王会唔会赢到我啊？飞快刀。佢应该冇啲高咧，鲤鱼王啊，都好低咧喎，有三隻鲤鱼王，三隻笋判我哋可以揀。悠游自娱啦，大胆性格，哇，搞错两隻都大胆嘅，佢呢个系咩意思？唔系好明。47呢个系假设，即系佢呢个系例子嚟啦，就话我去拎第一隻。唉，真阴功，两只都系错性格。有一入商店望一望，商店有啲咩改？冇特别，都系加咗价嘅嘢。然后我哋即刻嚟打一打呢个馆主啦，系攞馆主嘅岩石系啊，好想攞啊！哇，冇技小拳石，冇技啊 ！Oh no， 小拳石冇技。照拎，佢固执啊！只小拳石我见到，
冇以为啊，冇以为你将技能咧使晒佢，我就唔使要啊，全都要啊，同你讲。好，两只小拳石，诶呢只有技啦啊 ，fit 我想加防减特攻呢、這个 OK， 加防减特攻呢只要，有好多劲，有好多有好多嘅高質素嘅精灵啊而家，阿罗拉嘅小拳石。暴躁，好拎阿罗拉小拳石。O、okay, K， 我哋而家嘅战力非常之强劲，各位。睇一睇我哋嘅阵容啦。小拳石我觉得要留呢只，呢只小拳石。跟住鲤鱼王我哋留一留啦，跟住呢只都可以唔使要啦。我哋铜之就可以留。O K， 拎住咁样先。跟住之后嚟打冠主，好睇下有冇机会打赢冠主，然之后攞走佢就系潮不备啊，同埋大岩石，我记得佢好似有岩石风，没事，潮不备嚟啦，潮不备转一转童子，因为佢用岩石风过速度，呢度用水枪，哇一发秒咗 ，Oh no， 啊大镬啦！玩嚟变完忍耐，呢只咧唯有火花食药，你竟然啊 no， 得唔够打？咁我由佢啦，我哋去上面打埋呢啲训练家去，啊掠夺埋佢啲，哎呀真男人，可惜啊，可惜我冇呢个精灵球，唔足啦呢度，烧啊火花。只要火箭雞進埋化咧，佢就基本上佢就可以打贏。格鬥係，加速度減攻呢、這個勁喎，呢、這個勁喎，魔老風啊嘛，魔老風我哋要有機會有前途嘅魔老風。哇，紅鬼喎、啊，紅藍鬼竟然喺呢塊地度出現，超勁紅鬼，前期嚟講我咧都已經好夠用。哎呀！唔记得拎佢精灵，唔记得睇佢嘅精灵。白凤凤，受到攻击降低对方速度，加特防减速 ，OK 嘅其实唔差，我觉得唔差。哇呢只正，活沙唔要，童子火花再火花 ，OK， 哎进化，力壮鸡唔要活沙，意念踢流。唔要招寒穿啦，冇啦，加防减特防嘅蘑菇唔要，怕寂寞嘅童子都系唔要，啊留翻俾佢啦。好，穿山鼠喎、啊，冰系喎、啊，留一留啦呢只。好，小拳石二连踢，再二连踢 ，OK。揿错掣，唔记得咗睇。呢度冇啦，呢度冇训练家啦，要喺入面啊啲训练家。好，进咗快力壮鸡打第一个道馆，冇难度啦，各位。力壮鸡呢啲基本上封完三只地区打第一个道馆都系几轻松嘅，因为火系进咗快有黑属性，水从草原本已经黑住，所以应该唔会难打啦。我哋先用草珠去打。飞快刀，再飞快刀，跟住换重，潮不备就直接换做童子先，用吸取啊！哎呀，一发秒咗，啱啱后啦，飞快刀，跟住换一换重，小拳石，玩嚟啊，唔系、啊，我以为系抌嚟。原来是玩泥，玩泥是个招降低电属性伤害的招技，我记得。OK， 是啦，搞定。化石盔 ，OK， 冇问题，呢只都 OK 嘅。飞快刀，啊，佢竟然有化石盔啊！进化啦，敲喉到，拍东喉。哇，固执小拳石，正啊，固执小拳石。哇，佢啲全部对性格噶。
系哦，佢啲全部对性格喎，佢啲精灵急冻光线化石盔，正，我好想要。小拳蛇，不过小拳蛇其实我哋唔使要都得。哇，唔系会咁劲嘅啲技，岩石峰地震大爆炸，哇，标配技能嚟喎嗰啲。拎佢打 WiFi battle 嗰啲，跟住呢个表，跟住呢个技能表用已经得噶啦。电磁波潮不备，第二个道馆格斗系岩石系嘅，但潮不备。第三个道馆雷系，潮不备啦，潮不备。哇！攞佢嘅潮不备又攞埋个徽章，几开心啊！好啦，我哋今集嘅呢个传说龙火石玩咗咁多次，呢个火箭模式其实几开心，几欢乐，我觉得好好玩。好啦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